纯东东牌组，试试看。嗨，午觉。水龙被砍了，好难过、哦。早安，早安啊。没关系，至少有曾经三天，活过三天。道具店啊，说不定我等到跟你们拿牌组，直接耍废，耍废废起来，是矿主的优势，直接耍废，说我要牌组，你们就必须要把牌组交出来，那直接来打这个皮喵。皮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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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有打过控制型的皮喵哎、欸，他会干嘛？OK， 感觉要拿一下其他东西。他今天带了旧的丽莎，可惜不懂六费房。啊，什么六费房？为什么有崭新的命运啊？黑钻。哎、欸，这里这样，然后下一回合复制重进，对不对？哇，还有东东哎，东东一个赞！我这样有机会秒他吗？就这样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哇，好奶哦！喵喵喵喵喵！我们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赢了！皮喵皮喵大爆射，我赢了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会有点强，这也可以赢了，我赢了、欸，我好快就解完了，一下子哎、欸，我解完了哎、欸，可以毕业了，我不用再打冰喵了。好爽的。